大家好，我是阿莫。有个朋友推荐的一家粉店，他说那里的分量很足，然后价格又便宜，所以我准备去试一下。我在谷歌地图上开了导航，然后这里从这里走路去的话大概8分钟左右，现在照着导航走。越南是个摩托车大国，到处都是摩托车。这边好多那种大树啊，越南老城区这里很多这种很大棵的树。还有2分钟，向右转，这上面是一条铁轨，是走火车的。要过到马路对面去。找到了，就是这家。现在好像过了吃饭时间了，好像收摊了，白走一趟了，走了那么远。现在12:30，越南时间12:30，然后他们正在洗碗，应该是过了吃饭时间了吧。然后旁边这一家也有很多人。要不在旁边吃饭了。这么多人排队，肯定也挺好吃的，试一下吧，看一下他们吃的。满满都是人，真的是白走一趟了。旁边那家不知道是，应该是过了吃饭时间还是没开业吧？12:30不应该啊。这是他们的小菜。哇 okay. 有一个空座位出来了，这里生意真的是太好了，多人啊，我坐在这里几分钟了，没有人理我，好像是不能选的吧。我看所有人吃的都是牛肉炒粉，然后还有吃汤粉，但是没看到有菜单，也没有人来问我。
就给我上了一盘青菜和一碗那个小菜吧，就是坐在这里等，好像等下他就会端上来。这家店不很特别，进来坐下也有点菜，还有菜单，然后坐下来之后他自己就端菜上来了，好像就只有一样两样，一个牛肉肠粉，一个牛肉炒粉，然后他也没有问过我坐在这里，他就给我端了一个炒粉上来。价钱我也不知道，然后端上来我就吃吧。这个就是牛肉炒粉，然后还有一盆青菜，一些小菜，多少钱一份我也不知道，等下吃完之后再去结账的时候再看一下是多少钱一份。牛肉分量很足啊，好多牛肉。真的很多牛肉啊，牛肉粉。吃完了，准备去买单看看多少钱。刚有点，刚有点。少两米。Thank you。刚才吃那一份牛肉粉，分量很足，牛肉很多，但是价格也不便宜，要65元元兰盾，相当于19块钱，差不多20块钱左右了。